点赞结束，现场点赞王结果已经统计完毕，祝贺。七艳迪获得了330个赞，成为本组的点赞王，恭喜！啊，七艳迪！哇，弟弟翻盘啦！弟弟，我感谢大家。之前了解我的创始人们都知道，我是一个特别淡如水的人，然后没想到今天能让大家都看到我。我没有准备这个发言，反正真的非常感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各位团创始人，谢谢，爱你们，感谢毛不易和杨超越组的精彩表演，大家可以下台休息了，谢谢大家。接下来有请的这一组亚米组 Relax 加油 Relax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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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一组邀请的明星学长是谁呢？可能有人已经发现了，我们导师台上不见了一位导师，没错，这一组的学长就是我们的导师团派出的代表舞蹈导师王一博，有请他们登场。女团创始人，你们好，我们叫做土小孩，土到尽头便是丑。我是土小孩最乖巧、最甜美的杨幂。我想揍他，生气，不能忍。然后我觉得，其实在这个舞台会有遇到很多不适合我们的歌，或者是暂时完成不了的事情，但不管怎么样，我就是这样，我不是别家的小孩 OK。 那杨幂是哪个？杨幂今天的西装我还不知道穿什么，觉得我觉得我太上了，前面两个舞台我是偏帅啊、酷啊、炸的那种类型。Let's do it！ 说说话 ，Come on！ 然后这一个呢是好玩、可爱，可能就是你一定要放下包袱才能完成的一个表演。那这一次就玩个大的。那你也可爱吗？嗯，试一下吧。试一下。我要转化为学长的身份了。好嘞。好傲娇。我王一博老师学的特别快，我动作还没有记住，他就那感觉已经出来了。就果然姜还是老的辣。不开心。我觉得一博老师很擅长不开心。因为他在以往的课上就是不怎么笑，他可能是就是一做起这件事来就是特别认真，就比如说上次的海草舞还有这一次的小孩，就是感觉他都很花心思帮我们想，会让这个舞蹈看起来更炸。我是在想，如果灭霸的存在会不会好一点？
所以我觉得很欣赏他，很喜欢他这样子，就很想要是一起合作一次就好。看一下。哎，我觉得他们跳的歌怎么都不是他们那个 style， 你知道吗？对啊，就超级反差，太反差了。你过来，你看他表情，再看你们自己感觉啊。很好。你知道吗？就是他有抓到什么时候要笑，然后什么时候不笑，他的表情就做得很好。一博老师，我来看一下可爱，看看。我也在学习，那你看一下你跟那个你跟豆那个豆子，真的很好。我现在就是要跟一博老师来争一下，看谁跳的比较好。还没有到很好，没有到很好，我自己知道。就你有微笑跟要张开，对对对，就是牙要露牙的那个地方要露出来，就会更酷一点。那我跟你哦。好，现在是这样。真你是最棒的，一定要笑嘛，就是很真的，就那歪嘴笑，你是最棒的，你的那个表情瞬间变换，那个动作就很明显了。我感觉又跟海草不一样，为什么我老是跌进这种深渊？就是很魔性。老师，我们用 OPPO R15拍了我们觉得最好看的照片，然后我们签了自己的名字，还有一些想对你说的话，送给你。我们用 OPPO R15和老师拍张合照，来，二，一，哇哦，好漂亮哎！哇，老师好白，好可爱。我们都是最棒的。其实我们六个人的风格其实都不太一样，可能 vocal 组的他们三个会合作的机会多。他们是最不理最不理，我觉得来到这个节目就是要不停去突破自己，虽然跳舞不是我最擅长的东西，但是我很想给观众一个惊喜，就是跳一首完整的舞蹈。我一开始就觉得突破一下嘛，越听歌越觉得是神曲啊。不过这次我觉得对亚米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。别生气，学霸在老师的眼里绝对是小点心。他这次说话还要改他的腔调，他之前都从来没有这样过，这次也要突破。可是我也有讨厌的小孩爸妈竟对他们宠爱，看我动感光波 ，biu biu biu。这个真的是大家压力大反转。我这几天都要学一学小孩说话。我不怕把自己出丑的那一面表现给大家看，我不跟别人比，我跟过去的自己比，然后希望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。我的愿望就是这首歌会让大家开怀大笑。既然要颠覆，就一定要颠覆到底，这样才人家才会看到你的效果，到时候你们就会看到一个妖怪在打碟。